特哥，你智商多少？你之前有测，好像120几，没有特别高，但我确定是高于平均啊，没有到特别的高。不过很久了，那好像是国小测的。我觉得我国中之后应该有变更聪明一点，因为我国中之后有开始读书，我国中之后有开始很认真的读一些课外读物，不是漫画那种，我是真的看那种整本都是文字的书。所以我觉得我的智商应该有增加，感觉我现在测一次智商可能有130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。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人很聪明，我很崇拜他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叫阿匡。我觉得这阿匡好聪明，他电脑好厉害哦，因为他家就是卖电脑的。以前电脑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，他爸很懂电脑，有在买卖电脑，所以他对电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。我就很崇拜他，觉得哦，这阿匡好聪明哦。然后哦呦，又会打球，然后考试。他考试没有特别厉害，但他就是那种，哎呀，不爽的，我随便考，但也不会太烂。小学全班35个人，他大概就是第10名啊、12名那种，就是也是中上的成绩，就觉得，哎呦，都没什么在读书，我也可以考很高。虽然我很厉害，我小学都考前3名啊，我小学很少第1名，但是我都第2、第3，但我会觉得我是有读书的。我回家我都会考试前会很认真的读一天，我觉得阿匡好像都没在读书，在玩电脑，哦，好厉害啊。然后那时候智商测验出来，阿匡只有90分，你知道90是什么？100就是人类的平均，90就是稍微低于平均。我说，阿匡怎么智商才90啊？阿匡，哎呀，没有啊，随便写一写啊。然后越长越大，我才发现，那是他的真实智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里，干你娘，不要看。你的血，我觉得我的智商要增加。为什么说啊？我舔到了，我卡的蛮准的吧？血鬼来了，血鬼来了。但是那并不是我所需要的。我们要玩剑士，只有一个玩法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客家流，要钱不要命。我们要钱要装不要命，所以直接20块。聊天室的同学们，蹲起来，三蹲蹲起来。点掉一只鳄鱼，舒服。再点一个牙膏，你不要举我，你不要举我，你不要举我，你不要。不是啊，要钱不要命。我告诉你，为了钱，我连这只鳄鱼都能卖，你信不信？我就问你信不信？我为了钱，我这只鳄鱼都能卖。为了钱，我连鳄鱼都能卖了。就问你在场谁他妈有30块？零。那你们知道客家流的厉害，有机会赢吗？雷克萨 ，Show me your damage， 雷克萨 ，Show me your damage， 哇，咬不断，去，没事了，跟我预期的差不多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牙膏，那得有4两金的，奇怪，今天玩海洋跑都不来，今天随便凑2金哎。我觉得可以这么搞，把人家纳蒂乌斯抓着，让玩海洋法的下去。你看，两个人在玩吸血鬼，他一定很需要这些纳蒂乌斯。我就他妈扣一堆在这里。这时候来一只欧拉夫哎，其实是有一点难受。这个阵容，3剑2沙漠，好像还可以哦。我没有雷克萨在，2星的雷克萨真伤咬下去，强力止血。就是不一样，看你娘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闻到了一股怪怪的味道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一对蒙多哎，我们要发飙了吗？但是先给点装，我们差不多可以开始止血了，可以先尝试给点小装，看看风向。红战士还可以抓哪一只啊？抓熊吧，双冰川，持续连败中，可以。爸爸来了。上个钢铁使者，哇，要破皮了，要赢了，鳄鱼转一下，哇，那一次差点就赢了，吓死我！点掉一只，点掉一只鳄鱼，可以，完美止血，持续8连跪，第一 round 飙抢一个国产，娘嘞，真正是你娘嘞，怎么会没有国产啊？我这么辛苦蹲到这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这样夜曲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缺一狂哎，直接上吧，先是拆了吧，差不多可以开始连胜了。瓦拉夫发飙，
把标开多啊，怎么一直会控？傻小啊，为什么会一直会控？你们有想法哦？他有疾风症。等一下啊，我金色的东西很精彩。你还一堆钱？给我一堆钱干嘛？到底？八等喽，鳄鱼还是一星哎，怎么可以这么可悲啊？好来了，终极改正，塞了个三毒登场。欧拉夫发飙，发飙，发飙开砍，捡起来刚好五十块，完美 ，perfect。冰拳吧，现在需要布朗姆吗？我用得到任何一只守护者吗？好像没了哈。这个人跟我玩很像的阵容。欧拉夫开砍，开砍，开砍！哎、欸、干，怎么变红八？我是要给冰，好智障！我是要给寒冰霸权哎、欸，结果变红八在哭哦。依然啊，要换谁啊？这样吧。三冰川多一个游侠哎，好像没有比较强啊，但雷克萨早晚要拆的。那这冰川去哪找啊？只有布朗姆吗？剩布朗姆跟沃维克可以选了、欸，所以我们好像无论如何都要上他、欸，总不能上狼人吧？狼人比较烂吧？一都是一些无路用的物件，没有用的垃圾。这谁？石头拿拳套！哇！怎么这么凶、啊？欧拉夫开心，火山开地，哇，怎么痛？你啊，小法师，我们应该要刷个星级的出来，跟这个垃圾，那垃圾扣个魔幻一下。熊来嘞！哦，被秒！可以，我的后排越来越强，你没有发现吗？我的后排输出慢慢站起来了，我不需要靠欧拉夫了。Q 一发！哇，这对狗男女，真的鸡巴，这对狗男女。伊塔斯抓一下，好吧，舒服。但我要怎么把他这个拔下来？还是给电刀啊？没有，他也没有剑士，都要选个剑士他配啊。我觉得该改成这样了、啊，因为我的希尔三星了、啊，我应该把沙漠拆下来。沙漠可能没这么重要了，比起双剑士来讲，让三星希尔有剑士的 buff， 应该是比较强的。吗？好像没有、啊。嗯，有，很强，我确定，很强 ，I'm sure。游侠剑士阵，啊！我怎么剩两滴？但是我剩两滴血。等下，自然之力，要拿自然之力，干！有四血色，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拿自然之力，这样我就可以上我想要上的东西。看好，我拿这个自然之力，我可以上我想要的沙漠，也可以上我想要的冰川。我就试冰川好了，我再升级。上我想要的剑士，叮，一字排开，牛不牛逼？聊天室，三毒士冰川，狂战剑士游侠沙漠阵，妈念完天都黑了。希尔发一个标，开始弹跳，沉默，燃烧，沉默，燃烧。我只有两滴，却能吊打你，没想到吧？没想到我这个希尔可以发挥奇效吧？哇，我们这十人口虽然没什么质量，装也很烂。你看我一二三四，算上这里，我只有五件大装。辛伊德是来还是不来啊？来了，一次来两只。The game is over。弄好你啦，伊大师，弄好你啦。三星进爪，
对我暴打、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过你七只兄弟。什么叫做水鬼王 ？This is 水鬼王。看来圣灵使者达克斯最强，他在发火、啊。但是他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发火吗？因为他还没有遇到我，因为他还没遇到我。等一下遇到我，他绝对笑不出来，他绝对笑不出来。哎、欸，刚好是漏掉很多只布朗姆，感觉我漏了很多布朗姆、欸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哇，这阵容毒，冰川、狂战、剑士、游侠、沙漠，十个人口，七个羁绊，牛的一批。我们丁特直播台聊天室中最强的圣光王啊，圣灵使者拉克斯，在此时此刻倒下了，被丁特的杂种症暴打。被砸中，哦，被他暴打、欸。兄弟，访问一下，被砸中症暴打是什么感觉？真的好好奇哦。我真是砸中症，东抽一点，西抽一点，砸中症，欧拉夫开考，欧拉夫开凯，希文一直踩。冰川使者破掉，哎、欸，冰川使者破掉，发表一下心得吧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请你用一句话稍微分享一下，就这场游戏的心得？够杂种。